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康熙保全局中的泽伟权吧。泽伟权，它这个判别特征非常的明显，就是背面满文全字尾部这里，它限内回泽。泽伟权版它有两个版，一个是它的面文是康熙全局的基础版面文，这一版相对比较多见。然后另外一个版是木犀版，就是康熙的熙字。它臣部这里写作一个目标的目字，然后这个版的通字它是一个三角通，宝字的右足比较大，这一版呢相对比较少见。这就是康熙保全局泽伟权的两个版，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关注。